这里是辽宁，千里辽河如练，滋育了厚重灿烂的地域文化。辽西的化石，新乐的木雕，象征人类文明进化。茶海的龙，红山的玉，见证中华文化起源。这里是辽宁，历史万变不穷，北方各民族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竞争演习。三燕龙城如磐，辽金古塔齐峻，清前宫殿巍巍，大幕更迭，沧海桑田。这里是辽宁，岁月鸿儒大冶，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，辽宁人勇敢豪迈，忠诚担当。14年抗战，鲜血染透白山黑水。抗美援朝，保障支援坚强有力。建设新中国，人才设备无私奉献。这里是辽宁，时代古典激越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，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4300万辽宁人民力竭力行，奋斗自强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取得新的重大进展，全面振兴，全方位振兴，迈出新的坚实步伐。辽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，工业门类齐全，产业基础雄厚。在这片工业气息浓重、曾创造1000多个全国第一的土地上，不知贡献了多少大国重器，填补了多少产业空白，产生了多少先进典型，竖起了多少行业标杆。辽宁为新中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立下卓越功勋，有着共和国工业长子、共和国装备部称誉。今天辽宁依然是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，装备制造、石化、冶金、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实力雄厚，在全国位置举足轻重。在这里生产出辽宁舰、歼十五、盾构机、压缩机、智能机床、高铁轴承等国之重器，高度关系国家战略安全。辽宁是中央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重要地区，是东北亚开放合作的门户和桥头堡，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带。这些定位对辽宁来说既是无上荣耀，也是使命责任，既是物质宝库，也是精神谱系，既是坚实基础，也是未来希望。辽宁曾经是全国区域经济版图的重心，是改革的风起云涌之地。在市场经济大潮中，因为计划经济色彩浓厚，体制机制顾及较多，一度羁绊了前行的脚步。党的18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、对辽宁高度关注，深情牵挂。
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，提出四个着力、三个推进要求，指出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、全方位振兴，强调要补齐拉长四个短板，扎实做好六项重点工作。全面振兴、全方位振兴，一场关乎全局的决胜之战。辽宁人以新气象、新担当、新作为，苦干实干，攻坚克难，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崭新面貌。加快推进一带五基地建设，深入实施五大区域发展战略，自由贸易试验区、中德产业园、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、中国中东欧17+1经贸合作示范区，搭建大平台，推动大开放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深化放管服改革，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，在全国率先推进事业单位改革。改革既是解困之始，更是图强之道。新松机器人、东软集团、中旺铝业、奥克化工，一大批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快速崛起。华晨宝马第三工厂签约，沙特阿美炼化项目落子，英特尔二期正式投产，恒力石化投料开车，投资又过山海关，辽宁再度受青睐。一个地区最美好的东西是文化，辽宁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风格多元，魅力独特。这里是地球上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，是世界上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，是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升起的地方。红山文化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始点，朝阳牛河梁是红山文化的高峰，祭坛、女神庙、基石冢佐证了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的存在。三燕文化对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民族的分合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它成就了龙城朝阳作为古代草原丝路重要节点的辉煌，也把美轮美奂的金步摇留在了历史的艺术长廊中。辽金文化复兴之地就在辽宁，因俗而至的两面观之，古塔造像的建筑艺术，辽瓷辽绣的兴起，辽西走廊的形成，见证了那个时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交融互鉴。清前文化，征战不断的中国北方终于安定。今天国土面积的基本轮廓由此奠定。不说历史的大段落，就连大方典雅的旗袍、糯软香甜的萨其马，都是难得的美的纪念。抗战文化是辽宁悲壮英勇的勋章，辽宁
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起点，日本三次侵华战争的焦点，日本盘踞中国内地最久的地点，也是抗日战争终点后的终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辽宁在各个时期都涌现出大量的英模人物，其涉及领域之广，持续时间之长，产生影响之大，在全国都不多见。雷锋、郭明义、罗阳，民族的脊梁；孟泰、马恒昌、魏凤英，敬业的典范；李超、曲建、毛丰美，时代的楷模。英模文化体现在辽宁人的日常行为中，融入在辽宁人的血脉基因里。辽宁天地成河，风物鲜美，文化厚重，民风淳朴，既是生活的好地方，也是旅游的好去处。这里有丰富的历史遗存，世界文化遗产六处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8处，沈阳故宫、永陵、福陵、昭陵、东京陵、赫图阿拉城、辽阳东京城、张学良旧居、鸭绿江断桥，触摸历史，对话古今。这里有美丽的自然景观，六处国家地质公园，九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，辽河、大凌河、太子河等大川纵横，伊乌驴山、仙山、凤凰山等名山巍峨，丹东虎山长城、九门口水上长城、本溪水洞、盘锦红海滩、百万亩芦苇荡，展北国之雄奇，藏江南之玉秀。这里有独特的文化体验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7项，馆藏文物40余万件。新长征的道路上，话剧、芭蕾、评剧、曲艺、音乐等舞台艺术清新高雅，二人转、古乐、大秧歌、高跷、剪纸等民间文化生动别致。本溪辽堰、鞍山秀玉、抚顺梅京、阜新玛瑙等文玩四宝，沉静精美。这里有诱人的风味美食，老边饺子、马家烧麦、海城馅饼名扬天下，小鸡炖蘑菇、猪肉炖粉条、酸菜炖白肉，大接地气。辽菜，一股扑面的热气，一种无拘的痛快。大河奔流，开新路，层峦耸峙，争高峰。今天的辽宁，从厚重的历史铿锵而来，向美好的未来澎湃而去。我在辽宁等你。